计的四名罪犯已经潜入我室。停一下，他来的正好，我还怕他不来呢。他来算他赶上了。今晚我们全市统一行动，我们分两个大组，一组清查歌厅、舞厅以及出租的房屋，另一组我们在我市主要的进出路口设卡盘查所有过往的车辆。局长你看呢？就这样，立即执行。是。快走，快走！自动四，动四，有辆红色夏利车，对。两位大哥，这车子全是警察呀！嗯，你说啥？哎，大哥，大哥。你跟他倒，跟他倒，我听话不行吗？我听话。快！哥，这天子全是警察，他走不了。小你妈逼吧，给我冲过去！不行，这破玩意儿跑不了人家噻，快调走。大哥，你调头也不行啊，这天子单行线。不行，调。他掉头了，快，你那边拦住他，拦住他，拦住！要有入网，一组、二组、三组开始收网，快快！指挥部，指挥部，我们已经抓获两名罪犯，还有两名在逃，我们现在马上连夜提审，连夜提审。放正。大哥，钱咱有了，可咱以后咋办呀？咱啥时候上手头嘛？总要在这待一辈子吧。现在就连公路上也不会很安全。我想咱哥几个这个事儿啊，肯定已经上了通缉令。这样，现在咱哥几个是一根线上拴的这个蚂蚱，谁要是玩线上，
咱哥几个谁也跑不了。大哥，你放心，兄弟死活都跟着你。可咱总得想个办法吧。这俩小子怎么还不回来？是啊，要该回来了。咋的？谁呀？是我，还没起呀。你们的武器在哪里？在老大手里。还有几个人？两个。比我强了铁里行。就一家。老实说，你们还有几个同伙？两个。你们在哪会面？还在平房。指挥部，指挥部，还有两名逃犯，身上有武器，是否请求武警特警支援？罪犯就在这第三间房。吓死我！你们是不是找了一条年轻的？他们哪去了？他们刚走。不空了，大家没事，大家啊。
小朋友，刚才你说的是你亲眼看见的吗？叔叔，真的，我不撒谎，我真的看见了一只手和一把枪。好，你等一下啊。到了吗？情况怎么样？哎，好的，总部。陈队长，有一孩子举报罪犯就在五号地区，那个失踪的孩子可能已经成为罪犯手中的人质。什么？有人质？罪犯可能就在这个楼里。杨队长，罪犯手上的人质可是个孩子。是个孩子？交给我们，你们做好配合。好，按一号方案搜索前进。是。狙击手，条件成熟吗？狙击条件不成熟。好，按第二方案，后退。快点，啊！
几兄弟，看明白了吗？啊！不习惯这么多人拿枪指着我，快！告诉你，别过来啊！下去，都怎么给我下去了？快点！给我下去！你别过来啊！你别过来啊！走，我们撤。等等，干什么？快点！别过来啊！怎么退的吗？上去！先动，打死他！撤，退回来！等等！你留下。老陈，没事。真的没想到这个武警叔叔这么怕你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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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怕，孩子啊！叔叔也很疼你啊！你到底想怎么样？我还没想好。把枪放下，把枪都过来，快点！你还有的扔啊！你看，你现在就用手去摸他的蛋，他有蛋，我发现啊，你们这些人跟我们部队的人就是不一样，什么玩笑都敢开。哎，别走！你不说你没想好吗？等你什么时候想好，我听你吩咐就是了。你让这帮小子离我他妈远点！看着就他妈心烦。行，老陈呢？往后撤。给我把楼道里人都给我撤。我们这不是在撤的吗？
还有什么吩咐？你这个人还真他妈有点意思啊。你把捏孩子的手放松点，一会儿你把他捏死了，我看你还有什么忙。你这个话我挺爱听，还挺为我着想的。本来嘛，多大个事儿啊，非弄得这么乌烟瘴气干嘛啊？咱俩有缘分，你呀、啊、给我出个主意，我该怎么办呢？啊，我帮你出主意，你能爱听吗？那可不一定，你说说看。我又给你出主意，把枪交了，把孩子放了，跟着警察回监狱。这个主意不行，你再说。那就要辆车，带着人质开车跑。哎，不行，这主意你同意我都得劝你。带着孩子确实是个胆小鬼，可是一跑起来啊，也确实是个拖累。你不用拿那种眼神看我，我跟你说正经的，他那么点个孩子，你带着他跑，哎，一会儿哭，一会儿闹，一会儿拉，一会儿尿，你怎么照顾他呀？啊？哎，你照顾过孩子吗？你跟我来这一套，行，脑子够用。哎，孩子，别哭了，啊？别怕啊！你呀，也不用跟我笑，我跟你说正经的呗。东家，东家，乐在你上来，我从你上方下去，我会配合你。哎呀，我都不敢替你往前想了。有道理，你有什么更好的招？有，就怕你不听。说，最好的招就是把孩子放了，我给你们当人质，我替你开车。我的动作再快也没你两只枪快吧？再说了，我也不傻。到时候你们跑女的，我完成我的任务。等你们安全了，我估计能交差了，两千七美。行，劝我，你是想圈我是不是？你是随便能让人圈着的人吗？那抢银行是谁掰掰脑袋就能干呢？你也是干大事的人，我能蒙得了你？啊？算你对我有了解，你让我想想，啊？可我对你不信任，怎么办？你用不着信任我呀，我是你的人质，我的命在你手里。我胡来，你开枪就是了。再说了，我也是当兵吃饭，上有楼下有小。我犯得着吗？你说呢？东阳，东阳，那准备出击。别那么紧张，我跟孩子不都在这儿吗？你要是同意我的方案，我马上让他们派辆车，你看怎么样？
和千百次拯救无辜的生命一样，他怀抱的孩子就像一只脱险的秋千，荡向了安全的彼岸。什么战旗没如花，英雄的鲜哎，杨队长，我发现这地儿挺不错的，拍出来挺漂亮的。那当然了，这儿是我们队员每天训练的地方，这里每天都有他们流过的汗水。哎哎，我说你那个，你能不能坐下来？坐下来，别站着。哎。咱们俩先聊着，聊差不多的时候你再把它开开，要么现在脑子一片空白。行，你呢就随便走动啊，等你状态好了我再开机好不好？嘿嘿，这还差不多。行，你就随便动，你调整好了我再开机。我们聊到什么呢？听你的吧。哎，别听我的，你是大记者，你问什么我答什么就行了。来你们这儿之前啊，我没采访过部队，我真的不明白这特警和武警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军委首长对武警部队的总要求是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在这一点上没有什么区别。特警和其他部队面对的任务是不一样的，有一定的特殊性。特殊在什么地方？这怎么跟你说呢？你看啊，武警部队啊有两大职能，一个是执勤，一个是处突。而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处突，我们的对手往往都是一些穷凶极恶之徒，所以上级要求我们必须做到首战用我，用我必胜。特警常说一句话，叫做开弓没有回头箭，说白了就是一招制敌，一枪毙敌。你怎么理解这个高科技和民族精神的呢？第一点，什么是民族精神？第二点，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是什么？中华民族有5000多年灿烂的文明史，这一点谁都知道。我们的民族精神就是忍辱负重，吃苦耐劳，知足常乐，心存利他。我们这个民族啊，是非常善良，非常热爱和平的，同时又最不惧怕战争，而且非常善于驾驭战争。孙子兵法有句话说得好啊，叫做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嘿嘿，笑什么？这有什么好笑的？我就是觉得你像个老学究。哎，那么这个2000多年的这个孙子兵法对现代这个高科技战争它有什么指导意义吗？这恰恰是我要说的第二个问题。孙子兵法绝对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从表面上看它是指导战争的，从根本上去看，以战止战，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它真正的价值。可是现在高科技战争讲究的是那个科技含量高，反应速度快，打击力度强，还有它的破坏程度强。现在好像都是凭这个实力的一种战争模式，双方不见面都可以解决问题。那么这个高科技战争，这人在里边，它起的作用就是越来越小。这话你可说的不对。就拿海湾战争来说吧，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花费了610亿美元。动用了80多种高科技兵器，可是当世人对这场战争刮目相看的时候，美国《华尔街日报》记者在报道中写道，
说中国方面虽没出兵参加多国部队，然而却有一个神秘的中国人亲临现场指挥作战，他就是2500年前的孙子。这是因为在美军开始实施沙漠盾牌计划的初期，大量的孙子兵法英译本便被送往沙特，供美国海军陆战队官兵阅读。美军在开战之前，美军和多国部队通过兵力集结、物资储备、以电子干扰以及适应性演练，基本上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他们所运用的正是孙子兵法当中的治人而不治于人的理论。哎，美国人对孙子兵法也这么重视啊？别忘了，孙子兵法是西点军校的必修课，已经好几十年了。可是呢，孙子兵法的中国精神不是谁都能领悟到的。而且不光是孙子兵法，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也是西点军校的必修课。外军这些年始终在研究我们，可是他们更多的是研究我们的战法和装备，我更希望他们好好研究研究中国精神。为什么？如果他们把中国精神研究透了，他也就不会也不敢与中国为敌了。中国的强大不会给任何国家构成威胁，它只会推动世界的和平和发展，因为中国人从来不恃强凌弱。可是要想用强权让中国人屈服，那也是绝对不可能的。有个电影叫《有话好好说》，这个名字我非常喜欢，因为中国人的特点就是好说好商量，得饶人处且饶人。可是又把中国人的宽容当作软弱，那可是大错特错了。我们的科技建军和科技强兵，包括特警的建设，都是为了以战止战和不战而屈战之兵。古代兵法有句话说得好，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呀。梁队长，你对现代战争和古代的战法这么有研究，怪不得你那些队员啊对你敬佩得很。敬佩我？他们谁在背后骂我，我都知道。不会吧，我可从来没有听见他们在后边骂过你啊。肯定会的，因为我在平时训练的时候对他们太严格了，有时候接近苛刻。非得这样吗？非得这样。部队有句话说得好，叫练时多流汗，战时不流血。可是我们特警要求是什么呢？叫练时多流血，战时不流血。这句话我还是不太明白。我们是特警，面对的是特殊任务，我们在训练的时候有很多特殊科目，免不了受伤和流血。但是呢，如果不掌握这些特殊技能，我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就不可能有一招制敌的把握。特警是坚决不能败的，因为在处置突发事件的时候，我们往往是最后一道屏障。我现在好像更理解你们特警那个袖章上的那个橄榄枝和那个利剑的含义了。对喽，特警就是维护和平和安定的一把利剑。哎，我能问你一个私人的问题吗？说吧。你有没有想过要离开部队？没想过。如果真的有这么一天的话，你该怎么办呢？我是一个军人，我热爱部队，我更热爱我所从事的职业。如果有一天我被淘汰了，这只能说明呢，我作为一个军人，没有能力去履行一个军人对国家和百姓的承诺了。可是就我个人而言，我永远都不会选择离开部队。为什么？责任。阵阵掌声，
是因为他们说出了所有战士无悔的誓言。这份默契来自朝夕相处的每一天，来自每一场战役的出生入死，来自坚不可摧的信念。村里冯丽来过电话没有？打过啊。对了，你们俩最近进展怎么样啊？这小娘们不识抬举。哎，你怎么这样说话呀？哎，不是我这么说话，这种女人一辈子不想嫁得出去。行了你，人家冯丽这么优秀的女人，追她的人肯定少不了，你是不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啊？哎，你不了解情况，追她的人肯定有，我就是其中之一。可是人家偏偏爱上有妇之夫，你说他能嫁得出去吗？哎，你什么意思啊？这也没什么特别的意思，随便说。哎，不行，你得说清楚，他到底爱上什么有妇之夫了？你就别刨根问底了，行不行啊？不行，我看你吞吞吐吐的，这话里肯定有话。哎呦，你就别那么认真了，算我没说，行了吗？不行，你得说清楚，要不然我觉得你是在诽谤人家冯丽。我有毛病啊，我诽谤他干嘛呀？那是因为你追不上人家，所以背后说人家坏话。哎，你别傻了，你还蒙在鼓里呢。人家冯丽根本没拿正眼加我，你知道因为什么吗？愿说就说，不愿说拉倒。哎，这可你逼我说的啊。那我就告诉你，人家冯丽心目当中的偶像，你们家杨志。你胡说什么呀你？哎，我告诉你啊，你要对你自己说的话负责任。我当然负责任啊，我这话是冯丽亲口告诉我的。行了行了，你别说了。瞧你，不告诉你吧，非得刨根问底的问；告诉你吧，生那么大气，何必呢？喂，谁给你关着窗户？我们随便地上走。行了行了，别看电影。小贤主，以后我会罩着你的。对不起。好不容易看场电影，你至于的吗？我有事儿，我得先走了。这么说什么事儿啊？反正电影也快完了，看完之后你带他回去，我得领他吃点东西。我有什么事儿？这件事那么重要，交给尹机警。江哥，这计划。这件事我们也是警察汇报，马上我们内部。知道有内鬼，不能正规。什么事儿这么急着啊？队长，来，啊，上上来。我跟你说啊，啊，我的片子啊送上去审了，有些地方啊还需要你帮我把把关。啊，哎，就这儿。哟，这都给拍上了。嗯。这不行，这个不行啊，这得剪掉。妈妈，拿这个。哎，等等，别乱动。对，好。嗯嗯。哎，这边，嗯，哎，妈妈看看啊。哎，好了。好，这挺好，这挺好，这好。哎，好，妈妈。哎，姐姐，东东，走了，哎呀，听话，不买了。哎呀，走了，回家，咱们不买了。我呀，就这儿吃不准。其实有好多内容我都想留着，可是就怕跟部队通过。那当然了，必须得按部队的规矩做。
对不起，我得先回个电话去。哎，杨队长。喂，电影看完了。你现在能不能出来跟我跟孩子一块儿吃顿饭？哎，不行，我现在还没办完事儿呢。什么事儿那么重要？单位上的事儿呗。是真的吗？当然真的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